迎来自上海的选手庄镇。2009年全运会的冠军，欢迎来自福建的选手李健。
人家还看呢。好的，我们的防守非常的出色，接下来到李健。换了一朵，不是上位的。李光洙，中国队得到这一分。放鞭。谢谢。来到十三上，阿三的战队进行刘大平。Thank you.
好球，非常的精彩。好，一个得分后的球队，球队要领先进入第五环节。打得我的一号方向
问题，我们真实的认定为进球。来来早上感谢沙滩保卫和沙滩帅哥们。
啊，那你就会坚持这样。好，咱们两位我要打出成功。第二位
周震打上去进攻。
好，停。有一个周震，现在马上走人工。
欢迎沙滩宝贝。